亲爱的2021年的毕业生，还有在线上的家长及好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要恭喜啊，在2021年即将毕业的同学，我要献上我诚挚的一个祝福。很抱歉啊，今年只能在线上举行，这是因为过去18个月以来啊，因为这个 COVID-19 啊，造成整个大家生活上的不便啊，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工作的形态啊，还有受教育的形态，以及很多生活上带来的种种的改变，所以我们为了这个安全的考量啊，所以我们就在线上来办这个毕业典礼。那不管是实体或是线上，我们诚挚祝福大家的心啊是永远不变的。那在这个时刻啊，各位要踏出这个校园了，我也要以这个过去这个18个月以来，这个病毒入侵这个整个世界啊，那我认为我们的基调是回顾过去啊，要展望未来。也就是说，过去这18个月我们有哪一些 lesson 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其实我认为第一个啊，就是利他共生。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在就戴着口罩啊，保持这个社交的距离，这个是为了什么？这个除了为了要保护自己之外，也要兼顾他人啊。所以未来我们面对未来的世界啊，不仅要为自己而活，也要为别人而活，那塑造出互助服务的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一个快速的变迁，这个 work from home 啊，还有这个远距的教学啊，以及啊这个网络上的一种 conference， 这个形式都改变了我们，这个叫数位这个转型啊。那未来这个世界的改变一定会非常快的，我们一定要能够很快速的顺势而为啊，然后能够去接受它，才能够应对各种各式各样的挑战啊。那再来就是说，在这个病毒这个期间啊，我感觉到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啊，所以我们未来啊，地球只有一个，我们一定要爱护这个自然的资源啊，那也就是把这个 ESG 的精神啊，导入到我们未来日常的生活中啊，我觉得这三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之外啊，我觉得从我们个人里面也要保持着一个谦虚的心啊，也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事情啊都要抱持一个尊敬的一个态度啊，然后千万不要太自满，一颗小小的病毒啊就可以搞得全人类啊这个人仰马翻啊，可见的我们人类的力量是非常非常渺小的，我们唯有以谦虚的心啊面对未来，才能够顺势去迎刃而解很多的不可预期的事物啊。再来就要再保持我们的意志力，也就是说所谓的韧性啊，那韧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除了面对这个挑战之外，我们除了要有勇气之外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韧性的展现了。那我要以这个两天前啊，这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啊，这个 Djokovic 他在输了两盘之后啊，在连续三盘打败这个希腊的大帅哥啊 Tsitsipas， 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其实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意志力跟韧性的展现啊，好，没有这样子的话，他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史上啊第三个啊在整个这个大满贯呢拿下两次这个冠军啊，好，这是很不容易的哦。那谦虚的态度以及韧性，将是我们面对后疫情时代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这样才有办法去对任何的挑战啊，然后充满了信心而去面对它。最后啊，我也要祝福大家，虽然我们在这个危机的时代啊，其实危机就是一个契机啊，好，各位也不要觉得太沮丧，或许大家也是一个蛮幸运的一代啊，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啊，让我们可以面对不同的未来，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在此我要祝上我诚挚的祝福啊，祝福大家毕业顺利啊，那未来能够平安健康啊能够对未来的事业啊，还有你的职场上啊的发展能够一帆风顺啊。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好，大家好，虽然这一次是一个 virtual 的 commencement，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实体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都会针对这个校友还有同学还有一些老师啊，我们都是得奖的话，我们都会给予一个亲自的祝福啊。那这一次我们就改变一下形态啊，
由我亲自啊线上代表科管院对这些得奖者的一个祝福。洪毅教授，由我们蔡进步校友，蔡进步校友是清华大学动机系的这个毕业生啊，那对学校的帮助啊贡献啊不遗余力啊。那我们也介于他也是一个校友会的一个会长，好，那我们借重他的这个经验呢，啊，以后到我们的这个科管院来，可以对学生啊传授一些实务上的知识，啊，对我们在职专班呢，能够建立起更多的交流的管道。我们恭喜这个蔡进步校友。再来就是这个科技部吴大猷的先生纪念奖，由科管所的申庆明副教授得到。申教授是一个外籍老师哦，他研究不遗余力啊，非常好。啊，能够在这么年轻啊就得到这个吴大猷的这个纪念奖，我认为未来的潜力是无可限量。啊，我们也在此啊再次的恭贺这个申庆明这个副教授。再来是科技部的杰出研究奖，卡利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学者啊。好，那在这一次他得到的是科技部的杰出研究奖，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那我们也借在这个机会啊，来恭贺这个卡利，能够期待他未来的这个研究能够更上一层楼。再来就是科管院的杰出导师奖，那杰出教学奖是由科管所的邱鸿昌教授，还有经济系的赵湘科教授，还有计财系的这个潘宏华教授，这些都是在科管院所有的老师啊，非常的竞争的情况之下能够脱颖而出了。我们再次恭贺这三位的教授。再来是科管院的杰出导师奖，由科法所的陈婉瑜教授，还有计财系的邱婉谦教授。杰出导师奖也是很不容易的，他要兼顾的要关怀学生，要照顾学生啊，他付出非常多的心血啊。我们也恭贺这两位教授能够得奖。再来是科管院的杰出校友奖，有五位校友啊，那有经济系的王世豪校友。EMBA 十五的苏阳德校友，还有这个科管所的陈伟成校友，以及福科所的庄凯勇，还有 EMBA 的林黄庄校友，这几位校友在各个领域上的表现啊，以及对科管院跟对清华大学的贡献啊，也非常的多啊，我们恭贺他，也非常感谢他们。再来是科管院的院长奖，由三位同学，计财系曾方成同学、学士班邱敏轩同学跟经济系的林子瑜同学啊。这也是代表他的学业啊，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好啊，能够在毕业得到这些奖啊，我们也是恭贺这些学生。啊，最后就是一个匪桃匪这个荣誉会员了，啊，这个大概就是各个班级啊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好，特别是在学业上啊。那因为同学非常的多了，我就不一一的一个唱名来念了，所以说我们每个班都有一个代表，各位可以从这边看出来啊，所以我还是代表各管院对这些同学优异的表现啊，能够献上诚挚的祝福，也恭喜他们。各位师长，还有所有毕业生，大家好，我是经济系博士班的刘志俊，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参加科管院的线上毕业典礼。我是在101学年度考上经济系博士班，也是该届唯一的博士生。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不过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以及课堂上陪我一起修课的学长姐跟学弟妹，那让我能够顺利的完成我的课业。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两位指导教授，中央大学的梁启源梁老师，以及系上的廖兆宁廖老师，有你们两位的教导，我才能够顺利的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拿到学位。我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另外，我还要感谢一路陪伴我走过来的家人，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以及我的一对可爱的儿女，有你们的陪伴是我最大的动力。最后，我要在这边祝贺所有的毕业生前程似锦，大家面对未来的挑战要一同努力，加油。各位师长、各位嘉宾、家长们以及毕业生们，大家好久不见。是科技管理研究所硕士班二年毕业致辞代表吴成环。今年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播放着属于我们最独特的毕业季。很可惜，也很幸运。可惜的是，我们还来不及穿上硕士袍，在清大校园拍张毕业合照。
也还来不及与共同奋斗的你们好好说声再见，离歌就已经吹响校园，没有了想象中毕业时的美好画面，也没有了敲碗已久的毕业旅行，有同学甚至失去了交换学生的机会，有太多的计划都被打乱，过去的日常已经不再习以为常。不过没有关系，遇见的是天意，拥有的是幸运，我们还是有许多在科管所的共同回忆。我们都曾经在405聊天开趴或赶工期末报告，我们也曾经为了拿到科管年会的总冠军而引以自豪，我们曾经举办班游一起到宜兰玩到欣喜若狂，我们曾经因为创新六策与科技台湾而神魂颠倒，我们更曾经为了那第二章的文献探讨熬到天荒地老。更幸运的是，我们最近发现家中的化妆品不需要补货，因为你可能已经忘记什么化妆上次化妆出门是什么时候了。更幸运的是，我有了上半身穿着西装，下半身还穿着短裤就完成硕士论文口试的经验。更幸运的是，我的毕业致辞还可以为自己加上字幕和一些掌声。平常我们常习惯按下 1.5 倍速的生活步调，刚好在现在世界已经放慢脚步的时刻，也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学习的尾声按一下暂停键。我们不仅多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多了和自己对话的机会。也许现在的我们仍然对未来感到疑惑，也或许我们还正在考虑要去哪里工作，或是未来要到哪一个城市生活。但不管我们最后做了什么决定，选择了哪一艘船，请记得在每一个决定后都要全力以赴，用力的划桨。我也想借由这个机会来勉励大家和勉励我自己，请大家一定不要遗忘了自己在学生时期这一份珍贵的善良，请务必带着这份善良和纯真跟自己一起航行，它绝对是我们重新出发后最好的导航仪。善良可以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中重新定位自己，不迷航，不随意苛求别人，不盲目要求自己，保持善良，保持真诚。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带着善良前进的自己能产生多大的正向影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勇敢且善良的决定都会在未来人生的某个阶段彰显出它的价值，照亮自己，同时也温暖他人。最后，仅代表清大科管所今年所有的毕业生们，深深的感谢所有在求学路上帮助过我们的老师、家长、学长姐们以及好朋友们，也感谢当初选清大的自己。祝福各位科管所的毕业生们毕业快乐，未来我们一起加油。亲爱的师长、家长、毕业生们大家好，是福科所致辞代表陈轩佑，今天想透过一个从朋友那边听来的小故事和大家分享我在福科所两年的心得，也期许这个故事能带给同学们收获，让我们应用在未来的职场上。那是一个在3楼实验室的中午，某个在吃着咖喱饭的男孩看着对桌似乎是两位他的新同学的女孩刚吃完了午餐，却还感觉略显饥饿的神情。男孩提起了勇气，拿着自己的咖喱饭问他们说，要吃一口咖喱饭吗？这时女孩们看似有些踌躇，有些想吃，但之后却礼貌性的拒绝了。但听说之后男孩和女孩们变成了朋友之后，女孩们却常常向男孩倾诉当时没把握机会吃下那口咖喱饭的遗憾。其实想和透过这个故事和大家分享的是，未来我们的人生道路中会充满许许多多各种各式各样的机会，然后当下的我们可能因为各种因素，比如说自己的能力或是其他各种的因素，而对于这些机会有所踌躇，而不敢勇敢去把握它们。但是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等到我们在准备好的那一天，或许机会就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其实当下所能做的就是把最好的自己给呈现出去，然后在我们把握住这些机会之后，再一步一步的把我们那些可能所缺乏的东西给 pick up 起来。
所以这是我希望给所有毕业生的祝福，让我们未来在面对所有可能迎接来的挑战或者机会时，我们都有勇气去好好把握它，珍惜它。谢谢大家，毕业快乐。 Hi everyone, I'm Sean. 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us. And I bet you have forgotten some memories we've been through. So let's review those great memories together. Back to the day 2 years ago when we were all in the 9th floor of TSMC building attending the orientation ceremony.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we officially met. We started chatting and introducing ourselves, making new friends. It just feels like what friends would say, deja vu. It seems that everyone is so friendly, and it's from that moment we know we just formed what Dominic Toretto from The Fast and Furious had always quoted, a family. Well, in retrospect, we actually went through a lot of things together. Starting from our first gathering at Cheers, even High Life, though I was absent for 80% of the gathering. Apart from that, we had our first Christmas party together at Hotel Indigo. I can still clearly remember that everyone was so into the wine and the waiters were shocked by the speed we finished and even unwilling to replenish it for us. And follow up, we had several barbecue together with our chef Sile. Of course, thank you to him. And then here comes the pandemic. I believe we all agree that over the past year has been a tough year for all of us, even for the world. People were suffering and we all live in a life that we could barely recognize. However, we were all in Taiwan during that time. We were all fortunate enough to live life as normal as possible. Some of you may feel lonely or suffering at that time when you are forced to separate from families or friends. Luckily, we all had another home right here in Taiwan, where we can accompany, support, and share all joys and sorrows together. The past 2 years have been a fantastic journey. Time flies, and today we are all standing here to mark the period of our journey together. I hope we all enjoy and cherish the memories we created together. And as a domestic student, I personally hope that you all,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njoy Taiwan. Well, I assume you enjoy it, right? Well, for domestic students, I hope you enjoy Hsinchu City for not being one of the most boring city in Taiwan. Last, on behalf of the IMBA students, I would like to officially thank Director Ali and the office members for supporting us in all aspects and enriching our MBA life. And to all IMBAers, my friends, these 2 years wouldn't have been that perfect without you guys. I believe the key takeaway from this program isn't how to become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or woman. Instead, is that we all learned and understood how to embrace diversity, which I believe is the core value and spirit of IMBA. At last,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the next colorful chapter. Happy graduations. Let's go IMBAers.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科管所张元杰老师。首先要恭喜我们今年科管所的毕业生，都顺利毕业的，非常替你们感到高兴。那今年因为 COVID-19 疫情比较严峻，所以我们都用线上的方式来给大家祝福。那希望这个祝福是给大家更有前进的勇气。那老师在这边给各位同学一个建议，就是在最坏的时机，同学们要做好最好的准备，持续的创新，持续的进步。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未来的职涯发展发光发热。最后敬祝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毕业后有空呢，常常回来学校走走，看看老师们。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再见。科管所的同学大家好，我是阿力，很恭喜今天各位就要毕业了。首先要说，你们帮忙做的 LINE 贴图真的是太酷了，我想我这张照片应该还可以用个5年左右。
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无法和各位一起穿毕业袍合照，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意外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一个常态。虽然无法实体见面，但是在线上一样能够表达我对于各位的恭喜。接下来，各位就要离开清华去赚大钱了。若是未来有任何的迷惘跟挑战，也欢迎大家常回系上找老师聊天。科管所永远爱你，毕业快乐。Hello， 各位毕业生，大家好，就是恭喜大家毕业了。那希望大家就是毕业快乐，鹏程万里，那未来的事业一切顺利。那恭喜大家，祝大家早日可以找到那个光，就是那个光。好，祝各位同学毕业快乐。那不管发生什么困难的事情，就是请大家坚持住，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OK， 那祝大家找到喜欢的工作。要幸福哦！祝各位同学，鹏程万里，然后未来之涯，一切顺利。然后有空的时候回来看看老师，毕业快乐！预祝各位毕业班的同学们毕业都找到好的工作，跟自己心爱的对象组织成美满的家庭。Congratulations, all the best for everyone！ 大家毕业快乐，毕业快乐，毕业快乐！开启美好的人生，早生贵子救台湾。我们已经丧失了生育的能力，所以希望各位多加努力。早生贵子救台湾，特别在疫情底下，根据统计，疫情底下大家连恋爱都没有机会，交友出了问题，然后出生率大幅的下降。照这个趋势下去，以后我们退休以后也要去外面吃饭也都没有人了。所以希望各位早生贵子救台湾，虽然在疫情期间也要多多交朋友，多生一些小孩子，不然我们这个是国安危机，好不好？好，早生贵子救台湾。我想成为福科人是一个缘分，而是一个更像一个兄弟姊妹的一个概念。老师们也是像兄弟姐妹，同学们像兄弟姐妹，所以我们应该算是一个比较能够多元的互相包容、互相学习环境。那我很期待，如果这是一个好的学习的氛围，一个文化你喜欢，可不可能在未来你走向人生下个阶段的时候，把这样的氛围、这样的价值能够在你所在的地方尝试看看，去 engage。然后去成为一个你喜欢的一个工作的文化 ，OK， 那很期待未来真能够 create 出你所在身边的组织、你的家庭，也带这样一个重要的 value，OK，、okay? 以人为本这样的 value， 能够透过自己做到成为别人的需要。然后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哦，我们可不可以跟人在一起哈、啊？然后跟什么人都可以。这句话我希望我们可以常常来反思我们自己 ，OK。祝福大家。那第一件事，我是觉得常常看你们在学业当中挣扎，还有包括课外活动啊、竞赛，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人生跟工作，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学习怎么样 prioritize。有些事情总是需要会比较重视，然后花比较多时间，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把你们的 work life balance 做得更好这样。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是 COVID-19， 然后还有未来其实世界都变得越来越竞争，那我觉得要面对不确定性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大家很不舒服的，那可是就是你可能要有好的身心健康，然后要懂得改变，然后适应，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那最后一件事情，我希望福科所的学生，这应该也都是你们的强项，就是 get your hands dirty， 就是什么事情都就是放手去做，然后因为唯有你真的去做，那个经验跟能力才是你的。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可能就是 stay safe and happy。 我觉得这两件事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现在都还蛮可贵的，那希望祝大家平安顺利。 And finally,To all of our ISS students, even if I haven't worked with you, many of you have taken my courses, so we've met, or we've been together on the river tracing, or we've been together through lots of different events, through hardships and through happy times. This is going to be your life now. You're going to have all these interesting ups and downs. Remember to have a strong network of people with good attitude together with you.
whether it's on your job, whether it is at home, whether it is in whatever journey you have, make sure to surround yourself with people who bring the best out of you and keep a good and happy attitude. Remember that working hard is great, it's satisfying. You have to do it, you should do it, but also remember to bring in some other things into your life that will keep your body healthy, will keep your mind healthy, and will keep you smiling and laughing.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all our alumni reunions again. So again, congratulations everybody, and happy journey ahead, and hope to see you again. Dear class 2021, here I want to say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a very special commencement this year. This probably has never happened in the past. I think you also have a very special online cours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past. I remember last year, the ISS math students, we have been working, teaching on research methods for almost whole semester.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to teach this course so smoothly and give me so much confidence. I think you have a very special ISS experience. You are a very special class. The very, very important thing I want to say is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our ISS alumni now. Dear graduating students, congratulations. I am so happy to see all of you, well, virtually see all of you in your caps and gowns, getting ready to leave our school and go out to industry and have real impact. We can't wait to see what you make of your careers, what you make of your lives, and the kind of people you turn out to be. Let me tell you a couple of things. One is, it's been one of my great joys to have many of you in my classes. I know that in our interactions, you are all bright, you are all excited, you're all going to do great things. And I'm so happy to have been part of this journey, a small part of this journey, to bring you into this realized capabilities of yours. The second thing is, the greater joy is not just in having taught you, but in the years to come to hear back from you. Really, I tell all m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at the greatest thing about being a professor is to see and hear back from our students what they are doing,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nd to hear their suggestions on what we could be doing and what we could be teaching and how they're using what we are doing. So when you're graduating, remember a couple of things. First, you are still part of our family, part of this NTHU family, part of the CTM family. But the second thing is, you're not just graduating from becoming students to becoming not students. In my heart and in the heart of many professors, you're graduating from becoming students who we teach to becoming partners who we collaborate with in the future, who we learn from. So in a way, you're going to become our teachers soon. So I can't wait to hear back from you and to learn from you. Congratulations, and hope to see you all soon. Thank you. Hi, everybody. This is Ali.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for accomplishing your IMBA degree. I believe you had a great time here. We've accomplished several achievements together throughout the 2 years. For example, the IMBA student council, we've held a lot of workshops, information sessions, and we had a lot of fun events, particularly our Christmas party. With your great support, we're gradually changing our IMBA culture to enrich our learning experience here. And we're becoming one of the best IMBA program in the country. For many of you, this will probably be your last degree in your lifetime. And this degree is going to bring you to achieve your dreams. Either you're going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becoming Fortune 500 CEO, or to run for a country presidency. But please remember, although you're finishing your study in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his will always be your home. Your photo will always be hanging somewhere in Colleg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So whenever you return to Taiwan, don't forget to come back and say hi to everybody. In a few minutes later, you will not be our students anymore, but instead, you're becoming our alumni, our long everlasting friends and supporter.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say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body again, and I wish you a nice day.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对我来说在工作在生活中还有面对我人生的态度上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座右铭。那我想因为很幸运的能够考进清华大学，才能够让我的公司到现在能够一路这样子顺遂的发展。在最有印象的一堂课是企业伦理，授课老师是李正中老师。那他告诉我很多有关于企业在经营上以及在管理上一些恒古不变的一些道理，像是金石不随波，像是大树茁壮来自于根扎的深扎的稳，哇，非常的受用。那我重新也把脚步给放慢，重新的再拟定了一些新的更踏实更稳健的经营方针。特别想跟学弟妹分享，在学校的时光真的是非常的宝贵，请大家务必要好好学习相关的技能以及钻研你最擅长的领域。身为清华人，任道众缘，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要能够承载更高的愿景更高的责任，让这些世界上的问题同样赋予在你们身上，去思考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并且透过不断不断的价值创造来撰写自己的日记。同样勉励你，同样也勉励我自己，希望我们都可以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还有为清华争取更多的荣耀。
心都被你麻木把柄都被你抓住怀疑你没有坏处